Welcome to my vlog。今天是年初，人热，年初气，年初气没有错。今天我们会去一个鼎鼎大名大哥的家去拜年，然后今天也搞 open house， 就是林德荣的家。他每一年呢都会做一个很大的 open house， 在新年的，很夸张啊。之前有舞龙舞狮大舞台啊，又这个那个啊。但这一次不把他搞僵了。Anyway， 就带你们去看一下，我们去拜访大哥艺人林德荣的家去拜年，到底长什么样了 ？OK？ 虽然我们是。知道吧，可能过完了你说的我、嗯、现在去到一个十点，对啊，十二点才放鞭炮，很夸张啊，忘记了。好，我给你们看他哦，邀请的时候啦，是写晚上七点到早上七点，所以到早上七点，今天的 party 是到早上七点，走，带你们去看 ，Let's go。哎，我们到了哦，现在放到了外面这边没有玩，Oh my god。我们一到了，我们就在讨论中整条街这样烟呢、啊。我就讲这边的空气冷，然后就讲是烟花，结果是真的烟花。你看，我们已经听到到处在放烟花。就是他家是吗？是整圈的吗？我不懂哎，好像是林德荣的家要爆炸了，我感觉。在家里面也可以塞车的。你看，放到来这边哦，他家在这边，我们要放到这边都没有位。泰国的表弟。来拜年，这样佩蓉弄你生气啊？没有啊，表妹没有啊，佩蓉怎么会弄我生气？他是弄 3P 生气，然后弄我公司生气。没有啦，搞笑。OK， 我已经到了啦，这个就是林德荣的家，太夸张了，新年的 open house 真的好像结婚这样，太夸张了，直接扒完几间。喂，这里发财，各位发财，这个各位发财，各位发财，嗨。使买嘅，都买俾嘅，自己送嘅。穿着很特别，哎，是这样的，而且你买这件比较便宜，一个价钱可以穿两边。哇，乜咁人齐啊！到你啊，下一个到我派红包啊！对，肯定了吗？你可以教我吗？怎样可以这样快有孩子？就是去房间教呀。他教我去房间。你懂我在讲什么吗？我这个老婆有点奇怪呀，这样讲话。没有，我们带他去房间，然后教他。哦，你们 live 给我看啊 ，OK。不可以 repeat 啊！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我前面讲过吗？是个非常好看的宝宝。OK， 很好，这个可以。祝你们魅力四射发达。哇，这个看过吗？是这样的哦。哎呀，还好意思拿红包啊你？其实我也没呀，台湾人，我在这边讲红包。那也是非得要你哦，要你呢，要你。不好意思，我把手皮动了，就恭喜发财，再来见啦。同埋 B B 快哥长大 ，OK？ 你都系嘛？系啊，啊，本来想俾嘅，但系俾就俾我俾咯。喂，佢个红包，可以俾 B B 噶，可以嘅，可以嘅，达东，我们碰。哇，你看我 B B 有红包收，大咗买保险。就是要来派给这两位的，我觉得这两位拿呢，应该会有点排斥啊。没有排斥，我排斥。虽然每一个人都这样讲了，但是我不排斥，已经拿了二十个了。不可以讲我们前面听过的东西。明年我就不会再拿了。哎呦！我们两个加
对阿飞仔有信心。这个我讲给你听，早日结婚，找个男友。OK。给我十年的时间。这个人不懂是不是单身啊？听说单身啊，哦，想要追他，朋友圈呢，去他 IG message 他。Nicole 来送货，还好意思啊？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催婚的，你是结婚？老板还没有问我说。对啊，给红包啊！请问你几岁啊？28。28啊，可以了，可以给。看起来像八。一清的导演，搞第一清这样的粉丝有什么用？没有女朋友啊，在里面都找不到面，这样多 followers 也不多吧。OK， 来，新年快乐啊！新年快乐，谢谢你，新年快乐。OK， 这边还有一个。还没有结婚啊？这么大，还没有啊？我就等你红包啊！结婚啊，看到这个东西，这个直接送你啊，一个礼物呀，这个还没有拍，这个哦，这个结婚了哦，没有，算不算结婚？还没有，好像不能拍耶，好像不能拍，送 iPhone 啊，祝你早生贵子啊，真的有哎，那我们也有多一个弟弟或妹妹了，我们也是要给他的，见了这么多朋友，我们还没有看到主角啊，主角在哪里？嗨，哎呀，要我拍红包，真是不好意思啦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好意思说东西吗？OK。没有，你去可以给他讲东西吗？哦，有什么什么来怎么讲？四个成语。四个成语，四个成语，我没有成语。让我给你啊，祝你早日结婚 ，OK。拍红包，拍红包！是肥是肥，还是小屁孩一样？我很开心，因为我是数一数二先知道她怀孕的人。确实，确实，谢谢大嫂。尴尬吗？谢谢许哥，祝你们就快了，明天就可以看到了。明天啊，明天。这样帅都没有女朋友，我儿师弟。跪下先，跪下先，红包。有这么来？新年快乐！梦想成真的，心想事成的，心想事成的，自己写的啊，他抽到我，我老，好不容易抽到我上来了，他就是你跟我说的呗。我有红包，哪里红包？哎，这么有啊？有啦！有啦！快快快！谢谢！哇，我有红包了，幸运花花啦！年快乐！你孩子出来不会要我给红包吗？好啦好啦好啦，再给你红包啦！谢谢快乐！准备怀孕的人，他现在在很敬业的动啊，所以你摸下去哦，确实是会觉得很神奇的一件事情，如果没有摸过的话。OK， 各位朋友，我们发财联盟的电影呢，全部人都在这边。首先呢，非常感谢大家呢，去戏院看我们的发财联盟的电影，现在的票房多少了？支持了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发财联盟演员，在这里要祝大家新年快乐！嘿呀，哇哇哇！OK， 天色已暗，已经半夜四点了。喝的喝，玩牌的玩牌，给你们看一下现在的状况。对呀，那我们在吃肉条，四点还这样多艺人在，然后呢？这边呢，我们还有冷冻影的儿子，他真的是很厉害耶！刚才全部人很饿，他一个人煮了多少碗面啊，半碗面，然后现在还煮欧大欧大给我们吃。冷冻影真的是有一个好的儿子，好伤心。这个人呢，有没有看到有没有不一样啊？没有啊，他不一样就是那边睡，现在他像这边睡。现在早上6:15。回到家，这也是我们整
这新年里面唯一一天呢，真的是玩到比较晚，而且很多圈中的朋友一起聊天、喝喝东西、玩玩牌这样的。最后他们还在楼上龙火，还打冠军赛这样。早上5点，这就是我的年初七。OK 啦，祝大家年初七快乐啦 ！See you next， 拜拜。